咱继续看57页，那么下面呢，以人中尊圣，具八凡音声，说法度众生，令离诸烦恼。这个弥勒菩萨成佛了后，就是弥勒佛。那么弥勒佛呢，在一切人当中呢，伊是上界尊圣的。菩萨嘛是人嘛，就是人中尊，所以呢，人中的尊圣。那么伊其中呢，这个八种的梵音声，这个梵音呢，拄则遐嘛讲着，梵音声，梵音的声，那么什么是梵音？梵拄仔讲清净，清净叫做梵，那么清净的音声。因为这个佛呢，伊断一切的烦恼无明，是最为清净的。那么伊凭伊佛的功德所发出来的音声呢，讲的话，迄音声呢，就是有具足八种的功德，那么迄个叫做八种的梵音声，就是八梵音声。那么这里乌邦有写，伊对八种呢。地音呢，极好音，是佛的声，极好，非常的好。这个好呢，你讲伫人来讲，人嘛有诶，人的音声好诶，那么天嘛有，也是讲二乘，阿罗汉，也是讲菩萨，有诶声嘛是好诶。啊，毋过呢，若要比呢，因为佛是上界圆满诶，所以伊诶声呢叫做极好。是上界好的，平平伫好当中呢，伊是最为第一。那么一切众生呢，听到了后，拢总袂生起讨厌心，迄叫做极好音。第二呢，就是柔软音，柔嫩的音。因为佛呢是上界慈悲，所以伊发的音声呢，会随顺即个众生的心，互你听到了后，心会开悟，心会欢喜。那么迄种叫做柔嫩的音。第三呢，和色音。这个和色音呢，你讲众生听到了后，伊会当对这个道理呢融会贯通，安尼随顺你的根基呢，那么呢会当通达，你应该了解的这个事理，迄叫做和色。那么第四呢，尊慧音。这个尊呢，就是尊重。你讲佛的音声呢，互人听到呢，会生起尊重。对佛的这种尊重。搁再慧呢，慧就是智慧。你听到佛的音声呢，会当互你开智慧。安尼。对这个事理呢，会有这个分别智。迄就是尊慧音。第五呢，不如音。有一句话呢，大雄。大雄就是咧赞叹佛，大雄，就是咧赞叹即个佛。今仔佛的音声呢，有即个大雄的功德，所以一切的人呢，即个天魔外道，伊若听到佛的音声呢，拢总会敬畏，安尼。那么迄种叫做不如音，虽然是柔嫩，虽然是慈悲，啊，毋过迄个音声呢，佫无迄种查某的音声，安尼叫做不如音，就是大雄的德，那么听到呢，天魔外道呢，拢会惊，会敬畏。佫再来第六个是不五音，即个不五音呢，就是讲佛讲出来的音声呢，是符合真理，袂去偏差，袂去误失。叫做本五音，袂错五就对。来呢，第七，千万音，这个千万音呢，是讲佛伊的音声发出来了后呢，是普遍十方，等于讲遍十方法界，拢总是会当通，通到遐，伊虽然伫咱的面前咧甲咱讲，毋过迄个音声呢，其实是遍十方法界，安尼。迄种叫做深，叫做万。那么深呢？
吼、哦，就是讲你听到了会当悟真高深的道理，安尼，吼、哦，以声的量来讲会当遍十方，吼、哦，啊声的浸呢会当互你悟深理，迄叫做深观音。啊，第七呢，吼、哦，不结因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不结呢，吼、哦，就是因为佛伊的智慧呢，吼、哦，是上，吼、哦，上界观的。那么现在所发的音声，吼、哦，你听到了后呢，互你悟的道理呢，嘛无穷无尽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吼，因为伊智慧无量嘛，所以为咱说法呢，互众生会当，吼、哦，感官悟无，吼、哦，无穷无尽的道理，吼、哦，迄叫做不结音。那么以上呢，吼、哦，就是八种的音，吼、哦，梵音声，吼、哦，迄就是佛，吼、哦，佛的功德，何伊呢？吼、哦，迄个音声呢有几种？即八种殊胜的功德。吼、哦，那么呢，因为弥勒佛伊具足即个八梵音声嘛，所以呢，伊当咧说法度众生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伊说法的目的就是要度众生，哦，度众生出离即个生死苦。吼、哦，那么呢，因为伊有迄八种的功德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当伊发说出来了后，众生听到会当离开一切的烦恼，哦，就是断一切的烦恼，哦。苦集苦生处，一切皆度灭，灵修不正道，定彼哦涅槃哦涅槃眼哦。这个苦呢，哦，苦就是果，哦，苦果啊，当然这个。啊、哦，这个世间的果报出现呢，其实就是苦。啊、哦，在世间的生死轮回，啊、哦，那么生命体出现的时阵就是苦。啊、哦，咱讲生嘛，生了后就是有老，啊、哦，那老呢来就带病，啊，病最后就是死。所以整个的生命体呢，其实就是苦。啊、哦，生死苦，啊、哦，生死就是大苦。啊、哦，那么苦。是按怎吼按对来的呢？就是苦生处，吼、哦、苦吼、哦、生出来的一个根源，吼、哦、叫做苦生处，吼、哦、生死，吼、哦、生死本身就是苦果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毋过苦是按对来的，吼、哦、有一个根源，吼、哦、苦由遮所，吼、哦、由遮生出来，那么迄个啥？迄就是烦恼，就是执，吼、哦、一个苦啊，一个执。苦就是苦的果，那么苦生处呢，就是执，就是烦恼。那么现在呢，一切皆度灭，就是苦加执。因为你听佛这个说法的音声了后，那么现在会当离开这个诸烦恼嘛？那么诸烦恼其实就是苦生处。当苦生处离开了后，灭度了后，这个苦就会当消灭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苦啊，佮有苦生处，完全的拢会当度灭，哦，就是苦加执，啊、哦，啊，那么呢，灵修不正道，啊、哦，这个就是道，啊、哦，依属性地来讲呢，啊、哦，这个就是道，道呢就是不正道，啊、哦，这个八条，啊、哦，无颠倒正确的道路，你若会当修的话，啊、哦，到最后。就会当达到这个涅槃眼，啊，这个就是灭，啊，安尼等于讲这段呢，就是苦集灭道，啊，苦啊，啊，佮有苦生处，就是集。那么会当修八正道呢，这个道到最后定彼涅槃眼，啊，这个就是灭，啊，就是爱修八正道，才会当达到涅槃。啊，比如讲你伫苦海遮。哦，伫苦海遮咧沉沦，那么现在呢，你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呢，伊就引导你，哦，上这个岸，哦，那么呢，你就无继续伫生死遮沉沦啊，哦，安尼，哦，那么为诸清信者，说处数真谛，得闻处如法，自行而弘持。那么现在呢，哦，弥勒佛以这个。说法咧度众生呢，啊，就是为啥呢？为遮清净的人，有信心的人，啊，那么呢，讲出这个数真谛，
哦，就是这个四性地，哦，这个真地，哦，其实地真就是地，哦，地就是真实不虚叫做地，哦，这四条真实不虚的道理，哦，就是四真地，哦，就是四性地。那么呢，伊为这个清净啊的人，有信心的人来讲出这种四性地。那么呢，若会当听到这种的话呢，哦，这的人因为伊有清心嘛，啊，有清净的信心嘛，啊，心是清净的，啊，对佛呢有信心，所以呢，伊会当用至诚的心来奉持，啊，就是奉行，啊，来受持，啊，那么伊妙法圆中，啊，诸众如粉集，万别由顺类，啊，灌输皆充满。啊，那么伫这个妙法园当中呢，就是这个莲花树嘛，啊，这个妙法园啊，就是指这个莲花和花林园，啊，就是佛伫遮成正觉的，啊，这个莲花树遮，啊，那么呢，一切的众生呢，就亲像这个云安尼一拍瓦来，这个雨要落呢，若要落雨进前啊，云就爱接，啊。当这个云集合了后呢，哦，伊水气有够，哦，那么呢就落雨，哦，所以云的集就是这个情形。那么现在伊形容讲众生一个一个瓦来，安尼，就亲像云安尼集合同款，哦。那么伫间隔一百由顺内面呢，哦，伫这个华林园的这个哦这个地点，哦，伊这样来看，哦，一百由顺内面，那么呢？啊，灌输拢总充满，就是这个佛地主。啊，佛地主呢，就是这个佛的灌输，啊，佛的地主。那么呢，拢充满伫这个妙法园内面。啊，毗轮王向起，啊，闻亲妙法意，啊，敬谢诸珍宝，啊，其心无出家。啊，就是这个转轮圣王，啊，就是向起王。当伊听闻到弥勒佛这个深妙的佛法了后，啊，深妙的这个佛法就是这个四性地。那么呢，伊就敬谢诸珍宝。这个敬呢，就是用真的意思，哦，用了的意思叫做敬，啊，就是讲将伊一切的这个珍宝，啊，真贵重才的宝物呢，啊，拢总无剩，完全甲下掉，叫做敬谢。啊，敬谢就是完全甲下掉，啊，所有的这个宝，啊，这个宝物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伊就是，啊，其心无出家，就是有迄种的，啊，心要来求，啊，求出家，啊，伊的心呢真心善，叫做无，啊，心善这件代志出家。啊，当然，伊有迄个心，伊呢嘛会向佛安尼要求，啊，这个求呢就是求的意思，啊，心有迄种求要出家的这个愿，啊，那么不乱上恭维，啊，只求伊出离八万数千种，含随而出家，啊，这个不乱，啊，就是无过乱。啊，未去怀念，未去思念，什么话呢？上中位，这个上呢，就是上好的意思。哈，咱讲上中下，啊，那是啊分这三个品类呢。哦，上中下，那么上呢代表上介好的，哦，上品的，哦，上介好的。那么它中位，这个中位呢，啊，就是古早皇帝的这个后宫。哦，皇帝家的夫人咧，大个即个吼，亲宫吼，安尼，迄叫做宫位。哦，那么上宫位呢，就表示讲，即个转轮王吼，伊个家的太太呢，吼，其实呢，那伫世间来讲，一切的女人呢，伊是上界庄严、上界水的。啊，那么呢，迄叫做上宫位。唔过呢，现在转轮王，伊一点啊，吼，过乱拢无，啊，未去讲。想讲呢，吼，啊，伊，吼，这个后宫吼，遐尼侪吼美丽的这个夫人呢，吼，安尼，啊，伊就唔甘咧放，吼，安尼一点啊都无安尼，吼，就完全拢甲卸掉啊。
啊，那么呢，只求伊出力，伊为动呢，吼、哦，干那要求到一件事，就是要安怎出力，哦、出力这个生死，哦，伊要干那要要求这呢，那么伊这作为伊第一首要的代志，哦，叫做志，哦，用志心来求得，哦，要出力。那么迄当阵呢，哦，有84000位，哦，而这个人众呢。啊、哦，共同跟随这个转轮王来出家，啊、哦，佛84000婆罗门同住，文王下定宿，欲来求出家，啊、哦，搁再来呢，啊、哦，搁有84000位，啊、哦，这个婆罗，啊、哦，婆罗门的这个囡仔，啊、哦，婆罗门种的，那么是，啊、哦，比较呢，较，啊、哦，这个少年的这个囡仔呢。听到王出家了后，哦，远离这个尘俗，哦，那么走去出家啊，那么呢，伊嘛走来弥勒佛家，哇，要求要出家，哦，那么诸众贤中者，其名曰善财，啊、哦，并以千贯俗，亦来求出家，啊、哦，这个转轮王有一位，哦，大贤，那么迄个大贤伊呢？诶，工中呢，就是诸众，啊，诸众神。咱呐读头前的经呢，哦，你若有甲记的话，吼、哦，这个转轮王的七宝，啊、哦，有一个是诸众宝，啊、哦，就是这个诸众神，啊、哦。那么当然呢，吼、哦，伫头前敢若讲七宝尔，伊并无讲迄个诸众神是虾米人。那么现在伊甲咱讲，这个诸众神呢，哦，是一位中者。那么伊个叫做善财，吼、哦，善财。啊，如果咱来读这个《上善经》，吼、哦，咱来有这个吼、哦，有记条的话呢，哦，啥物人是善财？就是迄、那个啊，极、哦、孤独中者，啊、哦，伫个这个地法号迄、那个。哦，下生经遐呢，吼、哦，这个佛法讲过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将来，吼、哦，弥勒佛的时代呢，吼、哦，有一位善财的中者，那么是啥呢？伊就是这个，吼、哦，极孤独中者，吼、哦，那么伊是将来呢，吼、哦，就是作为转轮王的诸众神，吼、哦，嘛属于七宝之一，吼、哦，那么伊堪啥呢？伊堪是称为冠宿，吼、哦，那么嘛来共同呢，来要求要出家。哦、那么波路哈，比下起哈，及以诸众者啊，84000众，亦来求出家啊、哦。这个波路啊，转轮王的波路，拄只迄个诸众神嘛是这个七宝之一。啊，搁再来呢，哦，转轮王的这个夫人呢，哦，波路，伊个是比下起啊。哦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迄个比舍其庙，哦，六珠庙。那么伊将来呢，就是作为转轮王的宝路，伊堪伊的随从，哦，总共有84000位，嘛共同呢，哦，来要求要来出家，哦，佛告八千俗，哦，善男善女等，哦，闻佛宣妙法，亦来求出家，哦。除了以上所讲的这些人以外，搁再来呢，有超过哈100000个哈，诶，这个人众哈，包括善男善女等等，听到佛讲出这个哈微妙的佛法了后呢，哈，伊哈嘛有迄个出离心嘛，所以呢，就共同拢总来求出家啊，天上天人尊。啊！大慈悲圣主，啊，普观众心意，而演出妙法。啊，这个天上天人尊，啊，天人是伫天上嘛，啊，天人当然是伫在伫天上。那么伫一切天人当中呢，啊，上界尊贵的，啊，那么当然是基本嘛，啊，天人尊。啊，也是讲呢，那以人来讲，吼，人中尊嘛是，哈，啊，天上啊，天人尊，啊，讲天人尊，
一切天人内面呢是最尊贵的，啊，咱讲世尊，世尊呢吼，是即个意思，啊，伫天啊天甲人当中呢，啊，最为第一的，啊，那么呢是世尊，啊，那么即个世尊呢，啊，大悲啊，大慈悲圣主，啊。就是一切圣人当中呢，哈，伊是作为主，啊，比如讲佛伫这个世间示现，啊，当然伊是圣人。那么伊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啊，成就圣道了后，遐个人嘛是圣人。啊，不过呢，佛是作为，啊，伊是主，啊，主要，啊，一切的圣人当中呢，啊，伊是主要，啊，那么伊具足这个大慈悲。啊，就是讲伊个慈悲心呢，啊，无人会当堪伊比，啊，无人会当超越伊，啊，迄叫做大慈悲，啊，慈悲是上界大，也就是圣主。那么伊普遍观察遮众人的心了后，啊，因为这个转轮王嘛，带八万四千个人，啊，迄个善财长者嘛，带八万四千，啊。哦，带真侪人，哦，啊，佫有即个波路嘛，哦，啊，佫有真侪人拢来，哦，要求要出家。那么迄当阵呢，弥勒佛伊就一直，哦，伫遮观察，哦，遮众人的即个心，啊，哦，那么呢，就为因，哦，因即个出窍的法，哦，这个因呢，就是宣说，哦，开因，哦，就是说法，哦，因即个法，哦，因法就是说法。那么说什么法？就是出窍，哦，这个窍呢，哦，是重要的意思，哦，重要，哦，重点叫做窍。那么什么是重点？就是出离，啊，哦，出离呢，它是重点，啊，哦，出离这个生死苦，哦，啊，断烦恼，啊，哦，出离烦恼，啊，得到解脱，啊，哦，那个叫做出，啊，哦，出呢是上界重要的代志，啊，哦，那么叫做出窍。那么现在呢，弥勒佛呢，伊要度众生，伊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呢，哦，就是出离生死，所以伊一定爱讲出这个哦出离的法，哦，安尼，这是上界重要的代志，哦，那么叫做出窍法，哦，那么伊安怎讲呢？各种逆应地啊，诸比色界住，教你修正道啊，哦，来生五法中。哦，伊只呢，就甲这个大众讲，哦，讲呢，你应该知影，哦，这个哦，真慈悲的这个释迦主，哦，就是过去佛，哦，释迦牟尼佛，那么伊非常的慈悲，哦，就是因为伊非常慈悲的关系，哦，那么呢，甲咱遮的人，哦，甲恁教育，叫恁呢，就爱修正道，哦，栽培善根，那么现在呢？你唔将会当来生来到吼五法中，哦，生来到我弥勒佛吼的这个所在，哦，啊来接受弥勒佛的这个教育，哦，来得到我的法，哦，行以香花般，哦，动幻，哦，改颜色，哦，供养摩尼主，来生五法中。搁再来呢，哦，你过去就是有这个香花。哦，啊是用这个，啊，或者是讲呢，哦，用这个香，啊，搁有呢，用这个花瓣，啊，来供养佛，哦，啊，或者是呢，用这个动幡，哦，用这个戒来供养佛，哈，安尼。那么这个摩尼柱呢，哈，哦，这个摩尼其实就是结晶的意思，啊，哦，摩尼，啊，哦，摩尼就是结晶的意思，哦，安静，因为佛。是停止一切的梦想，停止一切的无明烦恼，哦，所以伊最为寂静。所以摩尼呢，就是咧，哦，咧讲佛，哦，咧指佛，啊，唔是讲释迦摩尼佛的摩尼，哦，摩尼本身是寂静。那么呢，通有一切佛的这个尊称，哦，尊称佛作为摩尼，哦，那么摩尼主呢，就是咧讲佛，哦，那么当然，恁过去呢是。跟随下，啊，过去拢是伫释迦牟尼佛家，啊，栽培善根嘛，啊，所以呢，哦，就是供养这个牟尼主，哦，就是供养佛。那么什么佛？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哦。那么用什么供养？香啊，花瓣啊，动幡
哦，啊，佮有即个戒，哦，用遮种种来染色即个佛，哦，就是供养佛啊，来庄严即个佛，哦，现在毋只会当来生到哦弥勒佛的哦佛法当中，哦，血佛金哦真水香泥用多石供养摩尼塔来生五法中。或者是呢，你用这个乌金哦，用这个沉水，这是两种树啊的树名哦。那么因这是作为哦，这种的树木呢，就是咧做香哦，乌金哦，会当起来做香。啊，这个沉水呢，哦，这种树啊呢，哦，嘛会当起来做香。哦，你就是用这两种哦，当然伊这是基代表哦，不止这两种哦，比如讲这个煎蛋香嘛是哦，种种的这个香。哦，那么你是用香哦，香泥，就是这个香呢，哦，香末，哦，香末呢，啊，哦，染在这个土里面，啊，用来多湿，就是来抹，哦，多湿就是来抹，抹什么货呢？抹这个哦，摩尼的塔，哦，佛塔，哦，因为过去这个佛塔呢，就是用这个土。哦，用这个土，哦，用这个，哦，这个石头，还是这个瓦，啊来建立的。那么伊若有，哦，比如讲，那一个时间久，哦，就会，哦，歹去。啊，歹去呢，你就用这个，哦，香泥，哦，来个多湿，哦，来个抹好完整。啊，是讲呢，本身无毁坏，哦，啊，你抹这个香，哦，香抹。哦，甲抹好安尼芳芳啊，吼，用这个香抹呢，抹伫个佛塔顶冠，那么呢，用这個来供养佛塔，并这个善根呢，哦，将来哦来生来到弥勒佛的佛法当中，哦，血归佛法精，恭敬上千根，动修诸善行，来生五法中，或者是呢，你有皈依三宝。哦，那么皈依三宝以外呢，你阁会敬恭敬三宝，哦，啊，阁再来呢，哦，定定来来亲近三宝，哦，就是讲皈依了后，哦，安尼，皈依是一个手续，哦，你发愿呢，哦，要来归道瓦克三宝，哦，要作为佛弟子。那么皈依了，你爱恭敬三宝，哦，以三宝呢，哦，作为咱学习的对象，啊，了后呢，定定去亲近因。哦，那么在三宝当中呢，来栽培种种的善根。那么靠什么栽培？就是靠修诸善行。啊，那么凭这个善根呢，将来会当升起到哦弥勒佛法当中哦，学于佛法中，修持诸学处，善护无哦缺患，来生五法中哦，或者是呢？你在佛法当中呢，有捌受持种种的学处，学处就是戒，你有受种种的戒，比如讲这个五戒，哦，啊是菩萨戒，哦，啊是这个出家戒，哦，啊是讲这个八关斋戒，哦。那么当你受持这个戒的时阵呢，你会当吼真好好，哦，来个保护，哦，善护，善就是好的意思，哦，真用心来个保护你的戒，互伊呢无。哦，缺患无欠，哦，这个戒定呢，哦，无欠，也是讲呢，无迄个违反。那么呢，凭这个善根呢，哦，是将来呢，会当生来到哦弥勒佛法当中，哦，学以四弘经，是以福音识，并弘妙义药，来生五法中。或者是呢，你对于这个四弘经，哦，这个四弘呢？就是一世界的意思，哦，东西南北，哦，一世界，哦，凡是呢有这个出家人，哦，无限定什么人，哦，那么你也当供养伊这个衣服，哦，啊，搁有饮食，啊，搁有呢，哦，真好的这个医药，哦，等于讲供养这个哦物资，哦，等于出家人呢，伊就是靠这个哦在家中扶持嘛，那么呢，你若安尼做，哦，凭这个善根呢。哦，伫将来会当生来到吼弥勒佛法内面哦，学以素在顶，积在心通愿，修持八支戒，来生五法中哦。往学者是呢，伫这个素在顶，
这个定呢，就是日子的意思，啊、哦，日子，啊、哦，在这个时定，啊，其实呢，就是指这个日子，什么日子呢？啊、哦，宿斋，啊、哦，宿斋的这个日子就是四天，啊、哦，有四日应该爱持斋，啊、哦。等于讲一个月，吼、哦，一个月呢，一月日呢，甲分做四，吼、哦，四天，分做四分，吼、哦，安尼，甲一个月呢分做四分，那么呢，就是吼，朔、哦、月啊、望月、上弦月、坎下弦月，安尼，那么这个是初一嘛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初一，啊，这个呢十五嘛，吼、哦，那么上弦月呢是初八，啊，这天呢是二三。等于初一啊，十五，啊，佮有初八佮二三，哦，等于讲，那一个月佮分做四分呢，哦，就是初即四天，那么即个叫做宿斋日，啊、哦，宿斋日，哦，咱若听六斋，哦，十斋，啊，其实呢，哦，这就是另外一个，哦，宿斋日，哦，那么就第二只讲的，哦，宿斋定，定，啊、哦，就是日子的意思，哦，那么就是讲即四天呢，爱持斋。啊、哦，持斋的是过午不食，啊、哦，持斋，啊、哦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哈、哦，搁在底下这个神通月，啊、哦，这个神通月，或者是讲呢神变，啊、哦，神变月，啊、哦，神变月，啊、哦，神通就是神变嘛，啊、哦，神通变化，啊、哦，神变月，啊是呢斋戒月，啊、哦。即个佛教呢，常常要听过吼斋戒。佛法呢，吼、哦、嘛是方便，吼、哦、有安立即个吼斋戒月，吼、哦、啊个另外一个名词呢，吼、哦、啊就是三中月，吼、哦。即在吼、哦、印度进前呢，吼、哦，就有即种个吼、哦、案例。那么佛法呢，吼、哦，就是随顺，吼、哦，随顺迄当阵的即、这个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世间的即个方式呢，吼、哦，嘛案例即个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斋戒月，啊，还是讲呢，吼、哦，三中月。那么什么时阵呢？吼、哦，就是正月。一年的正月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吼、哦，五月，啊，搁九月，吼、哦，这三个，吼、哦，这三个，吼、哦，月，吼、哦，正月，啊，五月，啊，搁九月，等于讲呢，规个月拢爱持斋，吼、哦，伫这三个月，吼、哦，规个月拢爱持斋，吼、哦，拢爱过午不食，那么迄种呢，吼、哦，就是才讲的神通月。哦，就是斋戒月。那么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哦，这个地色天主，哦，色体梵音呢，伊的天上呢有一面镜，哦，有一面镜。那么迄面镜呢，哦，就是咧照这个，咧照这个人间的众生，哦，咧做善做恶，那么呢，拢会伫迄面镜呢显示出来，哦，有一面镜。那么伫个正月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迄面镜拄啊好照到南瞻部洲，吼、哦，伫正月，吼、哦，照到南瞻部洲，
安尼。所以当阵呢，南瞻部洲的众生，吼、哦，你做善做恶，吼、哦，拢总会伫迄边行咧，遐显现出来。那么迄当阵呢，即、這个四天王呢，就是即个八方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毗沙门天王，伊就会来巡视，吼、哦，伫个正月的时阵，拄好来南瞻部洲遮巡视，吼、哦，啊，而且呢，迄边行嘛，拄好借到遮，所以当阵呢，吼、哦，就讲。正月呢，吼，就爱吃长斋，啊，就是伫个即个月当中呢，拢爱过午不食，拢爱吃斋，吼，安尼。啊，当然啦，到二月的时阵呢，就无啊，吼，二月呢，伊就借到别位去啊，就无借伫南瞻部洲，啊，伊二月呢，就是借到吼即个西牛河洲，啊，那么三月呢，就借到北古罗洲，啊，四月呢。接到这个东啊、哦，东胜神州啊、哦，啊到五月呢，佫恢复倒转来南瞻部洲，就是讲安尼轮，啊、哦，等于安尼轮，啊、哦，啊嘛五月了呢，到六月啊、哦，六七八，就佫照啊其他迄三州，到九月佫倒转来照南瞻部洲，啊、哦，所以这边行呢，咧照的时间呢，就是伫正月啊五月啊佫九月。啊，会照到南瞻部洲，所以伫咱这个啊世间呢，这个众生呢，啊，就是讲啊，按立这三个月，你爱持斋，啊，持过午不食，啊，修清净行，上好拢行善，哦，安尼，啊，较袂去用记录，啊，所以迄叫做神通月，啊，就是斋戒月，啊，安尼，那么就是过去呢。啊、哦，就是有这种的讲法，啊、哦，所以伫这三个月拢爱过午不食。啊、哦，那么现在呢，伊才甲咱讲，或者是你伫个即个宿斋顶，啊、哦，就是初一、十五、初八、二三，这四天，啊，你会当来受持即个八支斋，啊，八关斋戒，哦，八支呢是有八条戒嘛，啊、哦，八关斋戒，你会当伫这四天呢，啊、哦，受持八关斋戒。也是伫即个神通月的时间来受持八关斋戒，哦，就是讲初，吼正，比如讲正月，正月呢，吼由即个正月初一到正月，吼正月三十一，吼正月三十，吼三十天的当中呢，吼那么你逐天呢，拢会当受八关斋戒，安尼，哦，即个意思，哦，就是讲一年当中有三个月的时间呢，拢总受八关斋戒。那么凭这个善根呢，吼、哦，伫将来呢，就会当生来到吼弥勒佛的这个吼、哦、佛法当中，吼、哦、作为伊的弟子，吼、哦，学以三种通，吼、哦，心境，吼、哦，技教授，化道成文章，含灵还血毒，或者是呢，吼、哦，用三种的神通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三种的神通是指什么会呢？就是心境，哈、哦，啊个技，啊个教授，哈、哦，这心境，哈、哦、啊技，这个技呢是技术的意思，这个神通呢，吼，或者是讲神变，哦，神通的变化，神变。那么呢，吼，伊这所讲的三种的通，吼，这三种的通呢，其实是针对佛菩萨讲的，吼，因为外道呢有五种的通嘛，不过呢，迄无啥物货。现在来讲呢，三种的通是指佛菩萨以不可思议的这个慧定，啊，有三种。第一呢，就是心境。这个心境哈，心境通啊，还是讲心境心变啊，这是一种。就是佛菩萨呢，伊会当现出种种的神通啊，啊，互众生看。那么众生看到佛菩萨所现的神通了后，伊对佛菩萨会生起这个清净的信心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心境通啊，心境通啊。
啊，是讲咧心境心变，啊，这是第一种。啊、佛菩萨伊有这个力量，会当现心境，目的要让众生看到，对因升起清净的信心。那么第二呢，记就是拄则写迄个记说，啊，这个记说呢，啊，记说通，啊，啊是讲咧记说心变，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就是佛菩萨的他心通。哦，佛菩萨的他心通叫做记说，啊、哦，记说，啊、哦，安那讲呢？因为佛菩萨的他心通，当众生对伊升起清净的信心了后，伊会当用伊的这个他心通去甲观察，观察这个众生伊内心的烦恼，啊、哦，伊过去栽培的善根到啥物程度，啊、哦，那么伊的烦恼对一部分较重，啊、哦，安尼，就是要观察伊的根基是钝根是利根。好、哦，安尼，好、哦，就是靠这个他心通来观察。当然，伊观察了后，就是会当记别，啊、哦，也当了解讲这个人是啥物款的性质的人，啊、哦，伊的神经，啊、哦，栽培到啥物程度，是毋是伫要成熟啊，啊、哦，是毋是伫要哦断烦恼啊，啊、哦，迄就是记说，啊、哦。搁在第三呢，哦，教修，哦，教修通，啊、哦，也是讲教修心变。就是佛菩萨的这个哦，脑尽通哦，因为佛菩萨伊本身的一切的烦恼哦，就是脑哦，拢总甲消毒啊，哦，脑尽啊。那么呢，伊有广大的智慧，而且呢，会当开演出哦，无量无边的这个善法哦。所以这个教授呢，就是传授伊种种断烦恼的方法哦，迄叫做教授。就是伊有办法讲出种种的法，哦，随顺众生的根基，啊来开药给伊食，哦，所以这是三种的，哦，三种的这个过程。首先呢，先现神通给伊看，啊，迄叫做神境通。那么当伊对佛菩萨这个不可思议的神通产生信心了后，哦，来呢，佛菩萨就继续用第二步，哦，计算，就是他心通。来甲伊观察伊的根基，啊，因为伊有信心嘛，伊有信心就会当来哦，准备来食佛菩萨要开的药啊。啊，不过佛菩萨要开药啊，互食进前爱先甲赞美嘛，看伊的病伫咧底，啊，就是用他心通来治伊的病，啊，最后呢，教授就是开药啊，互伊，看伊的烦恼啥物会较重，啊，伊用啥物款的法门来对治。哦，就传授伊这种的佛法，哦，迄就是教修通。哦，那么这三种的神通呢，是佛菩萨唯独有诶这种的大威德力，哦，是佛菩萨较有，哦，圣人较有这种的办法，哦。那么呢，哦，现在就是讲，哦，你若是用，哦，现在就是讲弥勒佛，伊就是用这三种的通，哦，因为这个众生呢，拢集合嘛嘛。众生拢集合到弥勒佛家，伊就用这三种的神通，哈、哦，那么呢，来化得所有的声闻众，好、哦，这个声闻的地主叫做声闻众，哈、哦，因为这个佛地主呢，拢总爱受弥勒佛的音声来得度，哦，爱听弥勒佛的音声，啊、哦，听闻到伊的音声了，还当开悟，迄叫做声闻，哦，声闻众，那么现在。弥勒佛要用这三种的神通来化德，然后来度化、来引德啊、哦。这个德呢，哦，就是迄个引德的迄个字同款啊。那么呢，到最后呢，哦，拢总予因遮所有的啊声闻众呢，啊、哦，这个烦恼也是灭灭，完全拢度尽啊。烦恼啊，灭其实嘛是烦恼的意思啊。烦恼就是灭啊，安尼。就是将一切的烦恼拢总甲消毒，拢总甲断尽啊！所以这是佛菩萨以度众生的方便，就是用三种的通来引导因啊。那么初会为说法，广度诸声闻，九十六亿人令出烦恼中啊！这是初会说法呢啊，量化初会的说法，伊呢？哦，真广大来度脱真济个即个声闻的地主，哈、哦，
那么偌济人呢？有96亿个人，吼、哦，拢总互因呢远离，吼、哦，或者是讲出离即个烦恼中，来断掉一切的烦恼。烦恼中呢，包括三界一切的烦恼，吼、哦，拢属于烦恼中，吼、哦。那么第二回说法，吼、哦，广度诸行门，救十数亿人，令度无明海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。第二回呢，吼，量化二回同款，会当导出吼无量无边的这个声闻众，总共呢有94亿人。那么呢，吼，伊是予因吼导越这个无明海，吼，伊甲这个无明呢，吼用海来甲形容，吼。那么呢，海呢，你爱甲导过，吼，因为你若伫大海内面，就是拢伫无明，啊，其实这个无明就是烦恼，吼，因为这个。这个烦恼里面呢，到最后一个这个根本的这个无明，当然不是指这个佛断的迄个无明，哦，这个烦恼中有烦恼中的无明，那么呢，若是讲大乘断所离中呢，吼，嘛有所离中的无明，那么现在这是声闻地主，因成就的是阿罗汉道，所以最后呢，断的就是三界烦恼中的迄个无明的烦恼。哦、那么才会当讲叫做度无明海，哦，将迄个断掉就是度无明海、哦、那么第三回说法广度诸声闻，哦，92亿人令心善调伏。到第三回说法呢，嘛是同款，哦，度真侪声闻地主、哦，那么总共呢，就是有92亿个人、哦，那么呢，安怎度呢？就是乎因的心。会当吼来调伏，哦，啊，其实呢嘛是同款，就是断烦恼的意思，哦，所以伊家呢是用三种的术语，哦，就是出烦恼中，哦，啊度无明海，哦，啊呢乎心善调伏，啊，咱断烦恼呢就是要调伏烦恼，啊，当然若是以这个次第来讲呢，吼，调伏呢无一定是断，啊，不过伊讲善调伏。就是达到这个断烦恼的程度，啊，断尽一切烦恼，啊，所以这个三回说法呢，吼，才真侪人，96亿、94亿、92亿呢，啊，拢总是得到阿罗汉道，啊，三转法轮意，啊，人天普顺境，将诸地主众吸摄入行中。那么呢，当这个三转法轮了后，吼，就是量化三会，广度这个一切的这个吼，这个人众呢，吼，那么迄当阵呢，这个人也好，天也好，普遍呢，拢是顺境，也是人间的地主，也是天上这的地主呢，吼，拢总呢，吼，因为拢烦恼尽嘛，吼，那么叫做顺境，啊，顺就是一味的意思，啊。那是讲，以这个众生来讲，吼，因为烦恼多，就是杂，吼，混杂，啊，烦恼多，吼，那么业嘛多，吼，安尼，啊，根本呢拢无共，所以拢是混杂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烦恼拢断尽，所以呢，拢总是纯，拢总是清净的。那么迄当阵呢，吼，弥勒佛伊就带遮的地主众，啊，准备呢要来乞食。啊、哦，要食饭啊！哦，那么呢，要来吐蕃，就要进入这个城哦城市内面啊，急入庙东城啊，饥啊饥荒该严食，为供养佛国，天物万德华啊、哦。那么当这个弥勒佛带遮的地主进入这个庙东城啊。庙东上哦，这个城市内面了后呢，那么伫一切的街啊路呢，拢总是严色哦，就是众宝庄严哦。啊有呢，就是以这个顶一部经讲的，就是有真侪洞幡哦，有真侪这个界，那么呢，拢徛立伫遐咧庄严这个庙东上哦，就是这个剃头佛像哦。那么为了要供养这个佛。的原因呢？啊，这个天上的天人的有这个万德花，啊，万德的花，啊，就是落真侪这个花来供养这个啊弥勒佛，啊，
那么树王及梵王并并以诸天众向花万供养，呼吁大悲尊。搁再来呢，这个树王是树天王天啊，搁有呢这个梵天王，啊，搁有呢包括其他的天众，就是这个欲界诸天吼，啊，搁色界诸天一切的天众呢，因用这种种的香，用种种的花瓣来供养弥勒佛。那么呢，这个呼吁啊，呼呢就是呼召的意思，帮助啊。那么呢，用呢，啊，这是之前捌讲过啊，就是这个鸟啊的食啊叫做吁啊，鸟啊的食啊叫做吁。那么伫这的意思就是讲，啊，佛的地主啊，那出外的时阵呢，拢徛在伊的两边。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应，啊，所以呼应呢，大悲尊啊，大悲尊就是弥勒佛嘛。现在呢，在诸天拢徛伫个哦弥勒佛的身边，啊，徛在两边安尼，啊，跟随伊呢，要入来这个已经入来妙东城啊嘛，啊，那么迄个诸天呢，不但供养伊以外，就是恭敬哦，徛立伫伊的身边安尼，啊，迄、叫做呼应啊。那么呢，大悲尊，今天去讲到这。